谢谢吧。嗯，能力一般，水平有限，是难为大伙儿这么支持，这么捧。哎，在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了，比德云社强了，有的是。不要给我得罪人，你们啊！好好说相声，养家糊口，有这么多人支持我，是已经非常知足了，满足，挺好，是吧？对。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我有点像唐僧了。怎么像唐僧了呢？第一啊，我跟唐僧有一个特点，就是名字多。名字多，唐僧、唐三藏、唐长老、玉帝，是玉帝哥哥，呵，都算名字。你看我也是哈。您有什么呀？郭德纲啊，坑亲王，嚯、啊，有郭麒麟的粉丝管我叫爸爸，啊，有张云雷的粉丝管我叫姐夫啊。怎么都是你们俩人啊？啊，逮谁想嫁谁，这是名儿多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都是替祖师爷传道，哦，替祖师爷干活，嗯，替祖师爷收徒弟，嗯，给祖师爷打工，哦，祖师爷还不管饭，不管饭。第三就是我们都让妖精惦记着啊。怎么？吃一口唐僧肉，长生不老。嗯，骂一句郭德纲，大红大紫啊。嘿，好嘛。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俩特别相似。怎么？他身边有一个猪八戒。嗯，啊，我呀，别往我这儿说。哥俩，我们俩好的就跟一个人似的，关系不赖。我们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不是一条船上的袜子。什么？一蚂蚱的袜子。嚯，一双一袜子的一袜子，这不是裤衩的袜子？什么呀？这是咱俩什么了？多少袜子？没有一根绳上拴的蚂蚱，一根绳上拴的蚂蚱。对。哥俩就好的就跟一个人似的，可以这么说。为了你，我也得好好的说相声，好好干这行，咱都得好好干。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好家伙，你想连孩子带你媳妇儿，我这个负担说用不着你，用不着。在这个相声的舞台上，郭德纲只占20%，那80%呢？于谦和他的家人。哎，就靠你说他们呢。真有这个道德表演技术家们指责我。还技术家，哎，老说人于谦的媳妇儿，说人于谦的爸爸，说人于谦家里的事儿。嗯，哎呀，怎么了？这玩意儿，你以为我在台上说于谦的媳妇儿，嗯，我就那么开心吗？啊，你就这么开心？嗯，你这都让我看出来了。我打7岁学艺，嗯，我7岁学评书，9岁学相声。哦，80年代末又唱了5年的戏。哎呦，为了生存而已。嗯，说相声我是捧哏出身。哦，也是捧哏。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10年捧哏，桌子外边走马灯一样的换逗哏的演员。哦，谁站这儿谁说我也说呀。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哦，郭德纲他媳妇怎么着？哦，没有办法。嗯，挣的这份钱，是那个节目就是这么设计的，角色嘛，谁在桌子里边谁来那活。嗯，不是说我们人身攻击如何如何，那没有。除了才艺展示类的节目，代表的是演员自身啊，学京剧、学唱歌、学评剧、学这学那个，是以我的身份出现。嗯，其他的就是俩人讲一个故事，可不是吗？故事主人公第一就是我的事儿啊，第二种方法就是他的事儿，对，第三种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事儿，说别人也只能说是我们的亲戚，是吗？我们不能说观众啊。说观众不行吗？哎呀，今天这事儿说的是这谁的媳妇儿啊，偷着摸摸找我，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哦，啊，你看他就是，你看坐那边就那胖子就是他们的事。哎呦嚯，这没等说完打起来了。那是，也不能说别人。嗯，哎呀，这个事儿就是门口保安那姓张的，一会儿他后台打我来了。嗨，所以说这个就跟演戏是一样的。嗯，你看个电影啊，这管这叫爸爸，你知道是假的。嗯，你看个电视剧，这俩一被窝睡觉，你知道是假的。嗯，看个话剧，一举枪，当那躺那还哆嗦，你知道是假的。他怎么到我这儿都是真的呢？是不是？对，你说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是不是？这嗨，听相声图一个开心，哎，就是这么简单。而且您记住了，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句话怎么说呢？艺术没有真正的第一。唱歌大赛，你们评了张三第一，一定会有人骂街说是黑幕，不喜欢，因为他喜欢李四。哦，因为艺术这个没有真正的意义上的，他像体育啊，像什么化学试验的，它必须是那个标准，它没有。哦，不能那样评。没有，你花8亿拍一个电影，卖15亿，我就告诉你不爱看，你也不能枪毙了我。啊，对，那就是不喜欢。所以艺术类的评比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哦，因为它不科学。是，这叫文无第一。哦，武无第二，就是武术、体育永远会有真正的第一。
永远能评出来吗？从这儿到那儿，咱们跑过去看谁快。嗯，比如我跑了一个，3分50秒，比如说吧，跑过去，嗯，该于老师了，是跑了4年，我，对吧？那我就别参赛了，我就。然后基本上你们都得认为我跑得快，那就是您跑得快，所以说嘛，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真正的用这种谁与好坏这个去争竞，不科学。是，就记住那句话，嗯，只要我喜欢，我管他谁媳妇呢？啊，哎，你冲我说什么呀？这什么话呀？你这叫就说这个意思啊？我明白这意思了。反正能跟谦儿哥合作，对我来说是个幸运的事情。哦，人好，您又捧我。家有钱，我刚才说了吗？啊啊，是说了。他曾祖想当初是说过了，你不告诉您说了吗？家里有钱，嗯，人品好。哦，真的，前两天我们在外边演出的时候，谦儿哥就那么难受，还坚持上台，那是应该救场如救火嘛。我说你怎么了？不行，啊，智齿太疼了，太疼。智齿啊？哎呀，智齿，哎呦，智齿，咱也没有这，我也不懂啊。赶紧安排人送他上医院。是啊，到医院大夫说你呀，啊，注意啊，第一 少喝酒啊，少抽烟。哦，再上厕所别坐的时间太长。你这个属于是内置，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你会耽误说话。这叫智齿吗？这个智齿是痔疮啊，反正离着不太远，差远了啊，差远了。智齿是牙，您这牙痔疮，哎嗨，惊讶不管用。哎呦，这人呐，特别的，特别让我们感动，觉得啊，特别感动。就包括那次演出也是，头上场，哎呦，腹泻。闹肚子腹泻，哎呀，就是火大了，腹泻是头上场，这怎么站不起来呀，啊？这个人啊，哦，这怎么办呢？真有老观众有认识我们，跑到后台来，没事没事没事，赶紧去买这个，买5个玉米，哦，拿其中的4个赶紧给他煮汤，让他喝，喝完就好了。这四个喝完就好了，还剩一个呢。喝完不好，拿那个堵上。对，没听说过，就我们的老观众啊，直接买一个不就完了吗？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好吧？不是什么？所以于老师今天于老师带着玉米上来演出，没听说过，别掉了，不行了，大不了向于老师学习，别客气，向于老师致敬。您这客气，挺好，人特别的可爱。嗯，我们是因为从小在一块儿，嗯，我们那会儿学相声是什么呢？曲艺团一招生啊，他会有一个学员班。对呀。曲艺团没有文凭啊，嗯，就给这帮孩子搁到戏曲学校，哎，用戏校的文凭。你看北京戏校、天津戏校、上海戏校，是单有这么一个班，是这帮说相声、唱大鼓的曲艺的孩子。啊，曲艺班在那儿，文化课我跟人家是一块儿唱。是，哎，完事最后这儿给一个文凭，是这个意思。没错，就我们都同学，比我大4岁，哎，我们竟然一个班啊！啊，您的意思我蹲了4年班是吗？说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情。是吗？但是说明白了不容易。哎，说好了得下功夫。你也会说话，嗯，你来听我说话，嗯，你还要花钱听我说话，这是为什么？哦，你看看，你看看，哎呵呵，这是我的托儿，这是。哎，那我花了钱了啊。嗯，所以说难就难在这儿。嗯，那会儿老师头一节课就是把嘴里头的袜子都掏出来啊。什么意思？我们那个老师说话可损了都。啊，把嘴里的袜子都掏出来。那意思是说话得清楚，得干净利落。说话不清，钝刀杀人。这上来就说这钝刀杀人，头一节课，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啊，你看这个北展剧场坐满了啊，将近3000人。是，无论您坐在哪一个角落，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送到您的耳朵里，得让您听明白，不许贪污任何一个字儿。是，就跟杀人似的，这杀人刀要快哦。要钝刀杀人，痛苦太大。这玩意儿太深奥了，这比喻。举一个小例子啊，于老师，哎，这好，太开心。这玩意儿他痛快着呢。那是，大年30还过节。大年30于老师合家团聚啊，这高兴。还是于老师的生日，还这双喜呀。而且今天中彩票中了1000万，三喜临门。哎，这个时候来好消息了。什么消息呢？于老师要杀头。哎。什么好消息对我都没用了啊！嗯，来一帮差人衙役，哦，给于老师押走了。是，开刀问斩，这杀头吗？送到北京菜市口，菜市口是杀人的地方啊！给于老师全扒了，
还全扒了，衣服、裤子、袜子、裤衩全脱了，我光着了，一丝不挂。哎呦，找一根绳子，嗯，这根绳子当这一叠，叠成双着，啊，打脖子后边耷拉下来，哦，开始绑它。怎么绑啊？俩肩头，这是两个花哦，两个肘是俩花哦，手腕子是一个花是，这叫五花大绑。对，就是五花大绑，绑好了，嗯，脖子后边插一个招子。这什么叫招子呀？里边是一根竹棍，外边拿白纸叠这么一个宝剑形的尖儿。哦 哦，上面得写上为什么杀人，这人叫什么，这原因。你看电影电视剧不有这个吗？都这么写，这叫招子。是是，打脖子后边插下去。嗯，监斩人犯，嚯，大流氓于谦。我说怎么光着呢？嗯，哎，绑好插好了，嗯，刽子手这儿啊，是趟一踢，还踹一脚，跪好了。哦，于老师啪，是刽子手急了，嗯，跪下，谁让你撅那儿了？我撅着干嘛呀？嗯，你踹我，我还不就为让他们看看白不白？没听说过，我都光着了，看哪儿不行啊？嗯，刽子手气坏了啊，太白了，嗨，这还生什么气呀？嗯，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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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扶起来了。嗯，于老师跪好了。什么时候杀头？什么时候杀？得问监斩官。哦，还有一监斩官。菜市口过去有一个药铺，哦，叫西鹤年堂。对了，哎，老药铺啊，西鹤年堂。啊，对，这个门口这儿搭一桌子，有一席棚子，是监斩官得坐在那儿。哦，就固定的地方。北京城过去骂人有句话，就是怎么说？说你这病好不了了。怎么？你得让西鹤年堂那儿要刀伤药去。好家伙！这过去北京人骂人，说你是那儿砍的头。哎，要杀。哎，对，这监斩官得穿一个红色的斗篷。干嘛穿红斗篷啊？辟邪，讲究啊。戴风帽配斗篷。哦。戴一个茶镜，还戴镜子。哎，这都是辟邪的。哦，不看这个死刑犯，斜身坐着，防煞气。跟这儿。这个差人过来了，嗯，得跟大人说呀，啊，得说，时辰已到，哦，怎么办？对，这大人跟这儿一回头，嗯，整，什么的呢？整，弄死他，啊，东北大人呢？这是，切个稀碎，好家伙，招你惹你了？我这个，整死他，你呢？哎呀，把脑瓜削了，嗯，什么乱七八糟的？说这意思啊？你说点专业术语不行？哎，嘿，啊。刽子手回来，是跪好，怎么又撅那儿了？谁呀？我习惯了，是怎么着？我起来，啊，看热闹都散一散吧，好吧？啊，对，谁？好，这几个大妈看好几天了，快走！好家伙，我好几天就跪这儿啊！几个老太太往后退退，是挺白的。哎呀，行，老太太不回家做饭去，跟这儿干嘛？刽子手端着这口刀啊。肩宽背厚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豪，嗯，紫薇薇蓝袜袜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嗯，哆了哆嗦颤颤巍巍就过来了，奔于老的脖子，嗯啊，嘿，这是吓一跳吧？谁吓一跳？哎哎哎，这玩意儿能吓一跳吗？这脑袋都下来了，谁吓一跳？跪好了，跪好了。我还跪好了呢，这回是真的要杀你了 啊！这回是真撅着了。刚才是逗着玩啊，刚才没杀，没杀，没嗨，给扶起来啊啊！哎，怎么尿了？是嗨，你看那么清楚干嘛？这都要死了，哎啊，真杀了，一刀下去哦，于老师人头落地，真掉了，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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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远，往那边去，哦，站住了，嗯，站住了，为什么？等红绿灯。哎嗨。我这么规矩至于杀头吗？我这等着吧，绿灯啊，这人头点点头还客气，过马路了，哦，扭回头来干嘛？夸这刽子手，我说好快的刀啊，嗨，我也太贱了，我也，哎，这得快刀杀人啊，要钝刀杀人就坏了，钝刀的不行吗？于老师送到菜市口，哦，扒光了，还是那罪过，捆好了，嗯，跪下，是，别撅着，哎，这都是这程序是怎么的？跪好，怎么又撅着？哎呀，撅吧，撅了就撅着吧，啊，哎，啊，你们大伙儿看吧，看够了算，嗯，啊，就是，嗯，等时间吧，是，午时三刻，是，启禀大人，嗯，时辰到，大人一回头，哎，怎么着？整，哎，这孙子还没调走呢，嗯，整死他，嗯。
切稀碎，行了，给脑瓜子削下来，嗯，倒霉倒霉你手里了，嗯，整他，嗯，整，刽子手把刀拿过来了，嗯，这刀好家伙啊，嗯，这刀打秦朝留下来的，好，老刀了，就没磨过，哎呦，这刀刃都是锯齿一样，哎呀，哎，哎，嚯，怎么着？扎脖子上了，扎脖子上了，哎呀，嗯，哎呀呵，怎么着？哎好锯啊锯三天啊最后于老师是饿死的嗨我这临死得受多大罪呀、啊、我这这就叫什么呢说话不清、啊、钝刀杀人你瞧就为解释这么一词儿我受多大罪嗯我们还饶进俩人去呢啊谁啊一个监斩官一刽子手啊啊监斩官呢监斩官哈尔滨呢对刽子手长白山的哎好伐木头下来的所以说说话要清楚是说相声四门功课是吧说学逗唱老功课啊嗯尤其这个唱唱分两种是一种是学唱学唱都是这个说相声站在台上唱嗯唱京剧评剧唱歌唱这个唱那个这算学嗯因为有专业的院团和专业的演员哎我们唱是要唱太平歌词这是我们本门唱这个因为这个我其实挺得罪人的怎么十几年前我在台上我老说这个嗯相声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哦不会太平歌词你四门功课短一门哦不是一个完整的相声演员嗯确实这话挺伤人嗨啊人家好些人人家不会唱人家弄得怎么着似的那年头我也年轻说话也愣冲那么就现在我这个岁数我要重申一下您说我说的对哎嗨哎不是你不会就是不会呀、啊、您这干嘛还重申一下对不对我怕他们忘了太平歌词嗯太平歌词过去来说吧反正是挺普及但是因为太简单了就导致没人唱了简单 啊他最早的时候说相声拿它招揽顾客用的哦你比如说我们在街上嗯现在这好办您买票进来听相声是想当年我们就跟马路上对招人嘛跟天桥啊什么叫护国寺哪儿找一旮旯荷花市场石家海嗯大中午那么大太阳天我们俩站在这儿说相声怎么就有人站那儿听呢哦这是招揽手段哦你包括我们那个白沙撒字儿嗯汉白玉的石头碾碎了拿手捏着跟地上画个画写个字儿对呀、啊、有好奇的人站住了看、哎、我们跟您接着聊聊几句说相声好卖钱是太平歌词也是干这个使的也是一种手段、啊、这是技术手段当然现在也用不上啊嗯我给你们唱几句太平歌词你们尝尝好唱一什么呀？嗯，哦，《白蛇传》哦。啊，好，就捣乱去啊！叫十八摸那位大姐上前面来。谁说的？谁叫十八摸了？就像于谦的媳妇儿那个。不是，没来。啊，嗯、骷髅炭，哎呦，你看这，我很感动啊！这几个，这都是我们的老观众了，一看对我们熟悉啊。啊，对呀、啊。保安给他们弄出去，快谁啊？就懂了，倒弄出去。哦，探清水河，哎呀，太公卖面，哎呦，了不得。好，那你们先来，好不好、啊？谁先来？让您唱啊。好几个说的什么太公卖面啊，什么这个《白蛇传》的哈、啊。行，那我给你们唱一个单刀会吧。啊。您这人什么脾气？不能让他们猜着 啊。特别简单，嗯、一个上句一个下句翻着唱。他也没有乐队，嗯，顶多拿了两块小竹片哦，掐节奏啊，那叫玉子板儿，是打节奏用的啊。嗯，随便唱两句啊，你们尝尝啊。嗯、来，东走扶灵下行船，卢子敬摆酒宴，约请圣贤。那胆大黄文把书来下，下至在荆州地关羽的帐前，有官凭接书关公看，那朗朗言辞写在了上边，上写着鲁肃三顿首，约请亭后来到了这边。你若是来，你是真君子；若不来，怎称三国的将魁元？关云长
看罢了重重怒，骂了声则死你叫玉谦狗奸贼。怎么唱着唱着把我唱出来了，我已经不会后边别的词了。我觉得这个挺顺啊。啊，你唱惯了，我们都打小唱这个。嗯，于老师为了学太平歌词，嗯，在太平间待了一年多啊。我上那儿学这个去，唱完之后于老师还喊呢，啊，有不服的都坐起来。好家伙，他们坐起来我躺下啊。刚才有那边有一姑娘喊清水河，我很感慨啊。是吧，这一定是张云雷的粉丝。对，听这个。哦，这个探清水河是小曲儿，嗯啊，这个当年智取威虎山里边人家杨子荣唱了几句，嗯，好多年来就是没有人很完整的唱，嗯啊，我是后来我觉得我这么好的东西干嘛没人唱呢，巧了我也会了，就在德云社成立15周年的系列演出的时候，哦，我在这个台上带着乐队唱过一回。是是。再后来呢，孩子们学会了，我就不唱，我这有一毛病，嗯，我唱的只要徒弟们一唱我就撂下了啊。你比如探情郎，后来岳云鹏学这个啊，是我学着你来吧，挺好，就适合你这剑气郎当这劲头的啊。嗨啊，探清水河呢，后来张云雷唱我也就不唱了，嗯，啊，但是这些东西你看我很感慨，就是因为当年我有一次看二人转，我觉得好些个东西，你比如说正对花、反对花，嗯，是不是12月探小妹儿，什么这乱七八糟的清水河，这都是北京小曲儿啊，嗯，后来这都没人唱了，人关外，人家二人转还保留着，我说应该翻出来唱啊。现在张云雷唱的，我看全世界都是啊，唱挺火，我都快忘了啊，我咱们一块儿唱吧，好吧，大伙儿都会，这几个大姐肯定他们也会啊，嗯，试试啊，我想不起来了，嗯。桃叶的肩上尖，柳叶遮满了天，在其位的这个明啊公，细听我来言呐，啊，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有儿，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呐，小妞儿哎年长那一十六啊，起了个乳名儿，姑娘叫玉倩。怎么又是我呀，这里老有我。我唱别的也不灵啊，真的，我这人两大不会，一个是英语，一个是唱歌，除这俩我都行。谁说的？不是，您以前唱过歌啊？我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您客气，真的啊？不，唱过歌，您不是有好几个大伙都熟悉的？对，哎，我呀，我跟你说，我了解我自己，嗯，真的啊，我这个把自己都看透了，知道吗？嗯，比如英语，我们出国演出去，我都永远都是他们来，我来不了。我那个英语，狗听了糊涂，你听了也不明白，真的。所以说我这个人呢，我还不如狗呢吗？那是。你顺我跟你这么说，乔治，因为谁乔治？谁叫乔治？你姐在家了吧？没有，姐穿红靴子。没事，没这名啊，就英语我不灵，还有就是这个唱歌，我那个歌唱的比猴都难听，真的。您要说英语，我们不抬杠；唱歌，大伙都点出来了，好像。大腰在冬季啊，嗯，大腰在冬季是我的代表作，后来被齐秦给唱歪了。你看还挺自信吗？这不是轻轻的，嗯，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耶，yeah！ 哎，这手势也是固定的。那是，嗯，再来一个，听这个啊，嗯，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唱在这就不对了。怎么不对？词儿不对。哦哦哦，我爷爷小的时候一回事啊。算我嘴欠，哎呀，再来一个啊！还有，嗯，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这行，唯有椰林缀斜阳啊，只是一片海蓝蓝。好，哎，我最近有一个新歌，学了些日子，都快把我唱死了，我也没学会。您这来了哪新歌？什么？桃花朵朵开。嚯！哎，是不是唱错？是不是菊花朵朵开啊？谁说？您这记对了。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是这歌吧？就这歌，来。哎呀，我爱上这歌，我就是唱上就跑调。不，来，咱们听。你们谁给我提个头啊？我在这里。怎么唱？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好，别唱了，快快快，别忘了 啊，别忘了。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嘚儿啦没摇眼摇，嘚儿啦没摇眼摇。别往下唱了，你就这嘚儿啦，这就错了，知道吗？什么玩意儿？您这一句都不对啊！这个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哎，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这么唱，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哎，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哎，不不不，幺二幺啊！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半句半句就够。哎，对，你慢慢学，慢慢学啊。我在这里等。你们跟咱们，你跟我唱了行吗？来来来，咱俩一块儿啊，咱俩一块儿，一带就过去，能带过来啊。听着啊，开始，开始，你先唱。哎，来，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这一带就过来了，是带过来了，是你把我带过来了，那是。可能是我跟那些个二人转的著名妇女啊太熟了。不怎么样，您这学不了这。前两天那谁，前两天我瞎闹，您这，你看人家都让你唱一个，你要不唱一个吧？我这，你这玩意儿不是节骨眼儿，随时可以试啊！大伙儿爱听就唱两句呗。什么时候就老让我唱？唱什么假行僧啊？其实说实话，我也不会别的什么歌，你知道吗？就这几首来回来去唱，大伙儿也没听腻。唱吧，早晚的事啊，一会儿省得唱了。哎，对，花房姑娘，好啊，花房姑娘，一块红布，假行僧，就这几个，连着唱。那假行僧啊，那我先来。唱几句。嘚儿啦，没摇人儿哟。假行僧，你瞧我这头一句什么词来了？我在这儿，一带就带过来。假行僧真的什么词来了？谁头一句啊？啊、哦，来啊，假行僧啊，也是我字打头的啊。我在这儿，太洗脑了我这歌。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就请你吻我的嘴。嘚儿啦没摇人呀，跑不出去了。不要我这甩签是吧？没有这个，我来不了了。行了，就够瞧的了啊。那天是谁教我一歌，说你一定要唱这个，就是王菲的歌什么呢？我愿意为你怎么唱来这个？啊，对对对，我跟于老我们俩在洗手间，我还捣鼓这个了，是吧？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啊，你愿意为我？对，我也得愿意吃啊，那个。结果最后我给冲了啊！废话，可不是冲了吗？像我们这种人都是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对了，所以说我对唱歌什么真不行。是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边那会儿啊，就是接触更多是唱戏。而且学校也真不错，相声嘛，它一定有京剧、评剧嘛。比如到京剧了，就送到这个京剧团，到那儿跟老师专业老师去学。是。涉及到学评剧了呢，就送到评剧院，哎，那老师有教，这下功夫。谦儿哥那会儿是老上京剧团，我喜欢唱京戏。好家伙，一进京剧团那，你就看出来了，就多受欢迎，这人缘好，哇就围上了。是是，扫地的王大爷，啊，做开水的赵大爷，拉大幕的孙大爷，啊，怎么竟是大爷？就大爷们特别爱他，老头们都喜欢我，喜欢他。我那会儿老上评剧院，啊，评戏。一到评剧院，一大帮唱青衣、唱花旦的小姐姐就把我围上了。嗯，小姐姐了，得一百多，哦，一百多个，最大的19，小的17。你瞧，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了。
他也没少找我去那会儿。那是啊，啊，借着上那儿找我玩去，其实看小姐姐们。对，他那会儿能唱评戏，他那会儿也能唱，都学点儿，给大伙儿唱两句吧，好吧？哎，我这个我到那儿就是看小姐姐们的，没怎么唱过整出，心里边是这么想的。嗯，但是你不能进门这么说呀。所以有那个小姐姐教他两句，他也唱，他会唱那个现代评剧叫什么刘巧啊，他会那个不全，咱俩唱啊，好吗？我给你唱，我给你配两句，来个对唱什么的，可以可以可以，行吗？听听于老师唱评戏啊。嗯，一见大婶扬长去。众儿心中暗着急，悔不该做事太无理，悔不该对人瞎猜疑，走上前叫巧儿，我对不起你。咱们俩谁跟谁，何必太客气，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咱到村子里头解决问题，村子里万一他不同意，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县里头还是不同意，咱到省里头解决问题，省里头还是不同意，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哎，什么词儿这是？怎么出这词儿了？讨厌，知道吗？这词儿不熟吗？他当时唱的比现在还好，这岁数大了。嗨，没事就跑到这个评剧院这儿，名义上看我，就跟小姐姐们一块聊天，就玩会儿呗。其实我也上京剧院找他玩去。是啊，那几个大爷也挺好。是吗？赵钱孙李这几个大爷啊，好的，按百家姓排的啊。我一去，我很感动。老头们是得爱他呀，怎么又伶俐又聪明？哦，你别小看这剧团拉大幕的、扫地的老头，那都是跟着戏班一辈子了，这混出来的，眼界开阔。嗯，一去了一会儿，谦儿给大爷正洗裤衩、洗袜子呀，我当保姆那么雇过去的，这挺好。我去了，老头们也喜欢我啊。那叫王大爷，哦，好，你来了，是啊，好啊，你也是给男们洗裤衩来的不？好家伙！来都是洗裤衩的，来不了大爷，我这都把着了啊啊！这不让别人干，那是你这急了啊！于谦蹲着，哎好，我这不是洗裤衩，我要吃裤衩。那有那会儿扫那戏班裤衩王，谁这哪有这名字呀？不是后来为什么他老说于老师那脸长得像那平角裤？你看啊，老头可爱啊！我教你一段，你学不学啊？你这还教呢啊？俺们教你一段，教我那个家乡的那个山东那个梆子。山东的吗？还不懂，大爷您唱吧。有孤王坐椅子，脊梁背朝后。什么玩意儿这是？有孤王坐椅子，脊梁背朝后。这不是废话吗？啊，有孤王坐椅子，脊梁背朝后。哦。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嘿好。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没走。啊。吃一口，拉一盆儿。怎么样啊？连本儿都不够。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大废话的全听这个老头喜欢小孩吗？哦，哎，我唱的不好，我是济南的，我唱不好。我们这个老哥哥唱的好。哦，这老头，哎，那扫地那大爷啊，啊，我是济南，他是烟台的啊，烟台的，让他给你唱一个吧。是是，烟台这大爷，这是来北京七八年了。哦，这个家乡话一点都不会学了。谁说的呢？您太客气了。哎，进去娘他妈上脑筋，嗯啊。为这伤脑筋死不死啊？这，大爷您教我一段吧。嗯，真教我一段，真会啊。呵，好，唱得太好了，比说相声还好玩。是吗？那是啊。那您给唱唱这段。教了我一段传统京剧。哦，桑园会秋胡戏妻，这是名段。哎，这京剧大伙都知道哈。是啊。西皮流水这段，于老师唱的是最好。你瞧，怎么又说到我这儿来了？你这。来吧，于老师，咱这么着，您这跟我这不一样是吗？那当然不，我学的是你们那个大爷，你最亲爱的那个大爷的。行了啊，那不一样，我就唱原来怎么唱我怎么唱。对，我给您唱我怎么学的，好吧？好吧，于老师先唱。好，正经的京剧是这么唱的啊。哎，秋胡打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忙，坐立在吊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手攀桑，前影好像罗氏女，后影好像我妻房，奔当向啊前将妻人，且慢啊，错认了民的女最非常。以前我们是这么学的，不白洗裤衩。谁呀？
不是那教的，大爷教我就不一样了啊。山东人，嗯，山东话、山东腔、山东方言，连嘟噜都有，听起来比相声还热闹了。怎么唱呢？一唱起来这样的，这叫山东二黄。来，秋胡打马斯奔那家的里，行也那个路啊，啥子马不停啊提啊，自音咋加了拼呢？男女都以我的音色像，撇家撇业撇佛撇魔撇自由撇气呀，在前堂死了别呀，高堂的墓在后堂死了别呀，咋得去？夫妻们分的别，大门里啊，他看我这个，我看他这个，滴滴点点点点滴滴，这不这得别提，都只为饭。那把我造了饭，我耳听得那个战鼓儿啊不住地嘚儿噔啊嘚儿噔，哒哒的滴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啦滴哒嘚啦哒啦滴哒。三国战将勇，手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威风。这不一打一那个大气腿呀，一打一那个大气腿，腿腿一腿一腿腿，腿腿一腿一清强。东国龙东一见赵子明归西呀，熊王爷一见咋龙心。心也塌风沙，头戴着五下先前蟒袍，腰横玉带，足踏草靴，拽拐拽小李呀，他就在回了家呀，他的母亲呀，他就打草了亏呀，再回桥里呀，行一步来着在呀，上院里呀，见一位这个美大嫂，身穿着那个蓝布衫儿，那腰系着这个白布带儿，那头上别那个骨头嘴儿，那脚下穿那个青布鞋儿，手边的桑竹落三尖儿啊，一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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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落在竹林里呀，前影儿好像个罗丝女，后影儿好像个咋得皮，奔当向前。讲起阴前之人，错认了闽南女人是咋的？就这个。哎呀，这回送东西的没来啊，嗯，还惦记着。以后你们别一气儿给了，分两回啊。行，谢谢吧。啊，刚才这烧饼跟曹鹤阳，对，也是我俩徒弟，是打小这么大就跟着我学徒。一晃都这样了啊，大小子啊，是啊，看我认识谦儿哥那会儿，谦儿哥也是十六七岁的小小子，那时候年轻嘛。现在都土埋到眉毛了，对，到眉毛了，太过了，您这个啊，土埋半截差不多，土埋半截了，哎，人是反着埋的，嗨，还不如过眉毛呢。人特别的好，啊，您捧我，单纯善良，哎呦，心眼儿好，应该的，太难得了，是吧？真的，我说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谦儿哥。跟我的关系，哦，您说一说。比如说啊，有那么一间房子，怎么个房子？像北展一样大的房子。哦，跟这剧场这么大的房子。比如啊啊，坐着三千个说相声的，里边全是相声演员。对，哦，再打个比方，嗯，比如说我在这里边人缘不是很好。哦，啊，那不用比如。啊，大年初一，于老师绑好了。哎哎呀，杀呀，整啊，弄，行了行了，不是又说一遍是怎么着？爱说那个啊，不行了，您还说这个吧。三千人都在这儿啊，由于我自身的问题啊，处理人际关系处理的不好，是导致我的人缘不好。你还做检讨呢？不怨人家这三千人，毛病都在我身上。哎呦呵，哎呀，想想就好难过啊。我不应该，这是前提啊。是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我人缘不好。哦，怎么表现呢？列位啊。谁有充电宝借我用用啊？哦，这是要跟人借东西，就没有一个人借给我充电宝。这人缘太次了，你又不是说相声的，人缘不好，都怨我自己啊！我借个充电宝，人家都不借我。你看，不光不借我，怎么样呢？人家这些同行，嗯，拿出一个杯来，啊，倒了一袋砒霜，干嘛呀？这就服毒了，死一千五，一半人就都服毒死了。又来一个，拿出把刀来，这些、啊。哎呦，切充电宝，嗯，啪，哗，切腹，哎，又死一千，还剩五百，哎嘿，嗯，剩下这些个掏出枪来，哎呦，爆头，尸横遍野，全死了。都是由于我不会处理人际关系，那就不在乎这事儿了。不该借充电宝，你这跟谁客气呢？啊，就这个时候，怎么样？一个声音在死尸下传来，说什么？我借你充电宝，这是于谦老师，我还让人压底下了。啊，他们倒下的时候你也没留神。哦哦，哎，于
于老师站起来了，嗯，要借我充电宝。我们哥俩好啊，感动啊，是吧？于老师先把输液的针拔了。哦，我这还输的，我这扎的针灸呢，还是输的液呢？我这把心脏起搏器摘了。我也有事儿干，吓得胃镜，哎呦，啊，肠镜，呵，好家伙，我上下都连着呢，合着。回家，给我拿充电宝。哦，还没在身上带着。哎呀，开门出去，嗯，外边打雷下雨，还闹天儿，咔嚓一个雷，嗯，劈在脸上，啊，脸都黑了，劈焦了。又往前跑，踩狗屎上，啪。哎呀，人掉到沟里边，沟里边一万个铁钉子。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要不那砒霜您给我来一半得了。我先别受这罪了，我就。人家都团购来，我这还批发呢。人家为了死来的，拿给你啊。哦，于老师上来扎的身上跟花洒似的。好家伙，滋着血往家跑去拿充电宝，我就取去。到前面十字路口来辆车，啊，这来个小汽车。哦，小汽车拉着3400万吨的煤呀。您这是小汽车，您这是小火车，这是撞了于老师脸上，啪！哎呀，于老师撞了，站起来挣扎着往家跑去拿充电宝，我还真执着。到家门窗紧闭啊，敲门，噔噔噔，啊，拿充电宝给我，还想着这事儿呢。屋里边一个男人的声音，嗯，等会儿，嗯啊，我这家里事儿比外边事儿还大呢，感情。一会儿一个男人的手拿着充电宝打门缝里边给你。哦，滚！他于老打扰你们了，我还跟人客气呢，我这才回来给我送充电宝。哦，接着这充电宝，我能不感动吗？您是得感动，眼泪哗哗的，是吧？接过充电宝，捋过这线来，嗯，插在我的充电宝上。对，你缺德不缺德呀？你哦，不是手机没电了，手机有电啊，充电宝还剩98%。哎，好嘛，就为这么点电，我死好几回。事儿是假的，嗯，说的是咱哥俩这份交情啊，交情是不错，我们跟亲兄弟是一样的，真差不多。过去说这叫通家之好，哦，通家之好，他父母就跟我爸我妈是一样的，真是这样。他父母没有儿子，对，就这些年来，你先等一会儿，你等不是真的，哎呀，我就秃噜过去了，怎么回事？我父母没有儿子，那我哪儿来的？你是打当铺赎来的？没听说过，是开始没有，后来这不有了吗？啊，您说清楚了。当年他们家为要孩子，那街坊四邻都跟着着急啊。他们着什么急啊？你看看，这老于这老两口子这么好的人没儿子啊。他母亲，我咱不该说，你说啊，怎么了？老太太为了要孩子，嗯，只要是死人的地方，他妈就去。为要孩子上死人地方干嘛去？过去老年间有这个妈妈令儿，怎么讲？你看那个孝子出殡的时候啊，陪妈带孝拿个碗，一说起灵，这碗得扔在地上啊，得摔碎了，这叫摔盆。对，这盆地上有这么一块砖啊，摔在砖上，盆粉粉碎，大吉大利。哦，哎，摔完之后起灵抬着走，是这块砖啊，要是谁抢走了，生的孩子是好样的。哦，这是求子用的，这是民间的一个妈妈令儿。哦，那会儿他母亲就是盯着这个砖，啊，要抢这个，为了求子啊。哦，早晨8点半这家出殡，凌晨3点他母亲就来了，他要把这人弄死是怎么着？去这么早干嘛？就是抢着呀。啊，3点半鬼子家正冷呢。啊，他母亲站在灵棚外边。哦，嗯，我这鬼来了，这是干嘛吓唬人去了是怎么？等着呀。啊，等到8点半孝子来了。哦，这儿举着盆，摔砖呢？哎，这就抢走了，还没摔呢就抢。他妈抱着砖跑老远的，好，太快了，一帮人追他妈抢那块砖。哎呀，反正一有出殡准有他妈，就抢这个。哎，在那等着啊，嚯，摩拳擦掌啊。街坊那个老太太们也说闲话，怎么说呀？行了，嗯，你让别人也抢一回吧。好家伙，这些年你们家拿这个砖盖了3间北房了。我的妈呀，好。指着他那是怎么着？所以说就是求子心切啊啊！他爸爸人可特别好，这老两口都不错呀。我特别喜欢他爸爸，是吗？特别善良老头啊。对啊，他父亲信佛，是胸口这儿老带着这么一袋铁观音。对，没听说过信佛带袋茶叶的，这个干嘛要泡啊？是怎么着？不是他爸爸，他觉得那就是带着个观音了啊啊！老带这么一袋哦，特别可爱。
那会儿他爸爸也喜欢我，啊，这爷俩都好，特别爱我啊。啊，走吃饭去。啊，还请你吃饭。就喜欢郭德纲。你家？咱们到全聚德烤鸡店吃个鹅去。这什么乱七八糟？我爸爸也没见过好东西。哎呦，全聚德吃鸭子。我问过这事儿啊。我说这老头不至于糊涂成这样。对，怎么了这？因为他父亲是老北京嘛。对呀、啊，沾老北京老字号，你问你必须问他父亲。都知道。你包括我到北京来洗澡，都是他爸爸教会了我。洗澡还有什么技术？我们小时候天热河边洗去啊，对不对？就那会儿家里也没有什么什么那个花洒，没有，都坐盆。对，是壶坐热水在屋里洗，小时候都那样，就冲一下的。到后来到北京，他爸爸告诉我，啊，少爷，嗯，洗澡得上大地儿。怎么还有大地儿？天津、北京都有花清池、玉清池、啊，知道吗？嗯、清华池是是，得到这个地方洗澡是个文化。这说的倒是不错。到北京，我带你上清华池，那是老店。老头带着我、啊、看这块匾了吗？怎么着？清华池，百年老店。是是是，这儿洗澡，嗯，连洗带搓，这是一套。没错。老头嘁哧咔嚓把衣服就脱了。哎，啊，哎呀，我挺害臊。这是害什么臊？就因为在虎坊桥那儿啊，门口就脱了。啊，老头站人门口就把衣服脱了。他指着那匾，你看啊，你看有400米吧，是吧？哎，好家伙，离着400米就脱了。我领着他过马路，过马路，啊、带着光屁股老头进澡堂子。好家伙，这正是我砍头那地方啊！对对对对，风水宝地。这别擦，这都什么乱七八糟？所以说沾老字号，他没有不知道的啊。他不知道全聚德是卖烤鸭的吗？他肯定知道，就是不能提。这忌讳什么呀？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全聚德受过伤害。受过什么伤害？他父亲11岁进全聚德啊，当学徒。哦，在全聚德学徒啊！你别看哪儿的人来北京都知道吃烤鸭，是吃烤鸭你未必真会，这也有讲究吗？一只烤鸭要片108片丁香叶儿，嘿，哎，这么大108片这一只鸭子，哦、嗯嗯啊，然后吃的时候呢拿那薄饼卷，嗯，这个饼有讲究，哦，搁在手里一攥得是一团儿，是。一松手还得恢复成原来那样子，这有弹性。哎呀，卷5片鸭子，哦，就这一个小饼啊，卷5片鸭子，这是规矩。要现再配上酱跟葱，卷好了，这弄好这叫一卷儿。嗯，是吃饭的行家，您吃了几卷？我吃了5卷。哎，这是俩行家，俩美食家。对了，您吃了多少？嗯，3只。哎，好，那是饭桶。对，这是一个混蛋，一个饭桶，这个。还俩人、啊、对，这么卷。嗯，上鸭子之前呢，鸭子的脑袋跟鸭子屁股切下来，拿小碟儿装着。这干嘛？这一桌子谁的身份最高贵，放在人家面前、啊、干嘛呢？就说您这一辈子有头有尾。嚯、哦！哎，这是第一种吃法啊。第二种吃法有一种空心的烧饼。嗯，哎，拿这空心烧饼夹那鸭子，但是这个不能蘸甜面酱。这蘸什么？哎，好的酱油跟这个蒜泥搅的一块拌好的，啊、蘸这个。卷了一块加烧饼。第三种调黄芥末啊，拿生菜卷着吃，真讲这么3种吃法。嗯啊，他爸爸那会儿就跟我讲这个啊，他爸爸11岁就到全聚德啊，就做饭，先学包葱啊，对，先打小工，没有说一进门就让你烤鸭子，门也没有。对对，先学包葱，哎，且学葱用山东章丘的葱，那儿的葱好啊，那个葱最高能长到2米，嚯，那个叫大梧桐。嗯，哎。底下白的这个呢叫葱白、嗯、上边呢是葱叶也叫葱绿、嗯、是白跟绿当间过渡的地方叫葱库，这一葱都那么讲，最讲就是用葱库。哦，哎，怎么包怎么弄怎么切。呵，他爸爸11岁学徒，先学包葱，这小工那会儿是全聚德1级葱师，葱师包葱的师傅。哦哦，他父亲全聚德1级葱师、啊、是是是，那是得过法兰克福骑士奖，包葱啊。嗯，那就是法国人歧视我爸爸可能是、嗯、包葱至于得这奖、嗯、很厉害啊，享受六必居特别精贴。哎嗨，跟六必居有什么关系？有葱就有酱啊。哦，用酱多。11岁进全聚德啊，到21岁的时候名满天下，10年葱。那是啊，很厉害。那会儿天津狗不理来了，上这挖墙角要挖你父亲，就挖烫了。哎，这好，听说这好厉害啊！啊，把这人弄咱们这儿来吧。哦，来了是正经两大买卖家谈判。
就问我爸爸。狗不理来进门就问，是开门见山。听说你们这儿有一松狮是吧？啊，有一松狮。我说这什么叫松狮？敢松狮？有卷毛的那个，没听说过，像烫头一样的那个。你弄清楚再来行不行？啊，这是松狮吗？我们现在很需要这只，这只干嘛？这个松狮啊，松狮，我们需要它，需要这人才。你看看，因为狗不理卖包子嘛，啊，包子那馅儿离不开葱末。葱末有什么讲究？你看，你要会放葱，你就好吃；不会放葱，你这包子就不好吃。为什么咱们家包那包子跟外边包子铺的味儿不一样呢？毛病都在葱上。啊，怎么讲？列位记住了啊！啊，这个葱剁碎了，不要跟肉馅搅在一块儿。啊，这一盆肉馅和好了，最后这个葱要撒在腹头。干嘛？你包的时候，随着包，随着往里边拨了这个葱。嗯，这样包出来的，你跟外边卖的味儿是一样的。嗯，你搅在一块儿之后，这个葱它会臭。哦，就烂了。所以你家里包的包子不好吃，这是根本原因。嘿，也就是说包子离不开葱。哦，就非要这个人，你全聚德不放啊。那人才得留。你这法国人再来的歧视谁呀？啊？是不是？对，别提这个了。你，啊，法国人怎么老来呀？ 啊，就是这怎么办？最后，嗯，你要走也行。干嘛？你要走也行，不结账，就是难为他。你全聚德有规矩嘛？啊，学徒从进门到60岁退休才能结账。一辈子一结呀，这账。对呀，啊，啊，你爸爸说不结账我也得走，就犯愣了。我宁可我不当葱师了，不结账我也走。那就别当了。后来有句古诗嘛，形容他父亲叫什么呀？葱师未结身先丧。对，嗨，我听着耳熟，这个是吧？啊，到狗不理了，到狗不理，人家告诉您，啊，先剥蒜。没有这么糟践人才的，你知道吗？啊，那包十年葱好容易给请回来改包蒜了，怎么？人家有几个现成的葱师正干着呢。哦，也就蒜方面需要技术人才。这有什么技术啊？你父亲包蒜包得好，包蒜最忌讳就是指甲把这蒜皮儿 K 破了。它 K 破了，这白蒜这上面有这印儿就算完了。蒜这个东西，葱姜蒜，你看是佐料，其实研究透了，学问大了啊！你包括年下，你都买那个蒜回家腌腊八蒜去。为什么你？哎呀，我这个蒜怎么不绿呢？怎么他们家腌的腊八蒜那么绿？为什么呀？啊，凡是不绿的，都是出来之前拿激光打过一遍，他怕那个蒜长芽，你那蒜是死的，死蒜腌不绿，嚯，知道吗？啊，所以在买之前提前问问，激光打过没打过？这就是规矩嘛，这么高。所以说，包括这包蒜，他好多孩子包蒜包的愣，一拿手 K 吃。啊，人他爸爸没有，他爸包那个蒜都是完完整整，小白胖子一样。你当然有的时候一包又坏了，这失误，这指甲给划坏了，怎么办呢？有的人包完就扔了，人他爸没有，他呢？哟，你看，啊，吃了，哦，包错了就给吃了，吃了，嘿，啊，22岁到了狗不理，35岁你父亲提出来了，嗯，我要退休，怎么呢？我这个胃口啊，哎，对，实在是降不住，那是。啊，吃了13年蒜呢，他这是想不住。啊，狗不理说：“那走吧。”啊，人倒放你走之前，你再交7000块钱蒜钱。对，好嘛，不单不给钱，还交钱。哎，嗯，这样他爸爸这才从狗不理才出来。好，全聚德狗不理两大老字号，培养了他父亲一个食神。净吃蒜了，还什么食神呢？这架不住看呢，拿眼一看就看会了。哦，哎，所以这一出来之后，他到那个某单位去食堂炒菜。给人炒大锅菜，哎呦，啊，我跟你说啊，就没有不爱吃的，好吃。单位食堂他爸爸那比外边饭庄子还好吃。当然，当然就这人有能耐就容易遭人记恨。怎么了？他招人嫉妒了？你别看是个单位的食堂，他父亲也被人陷害。啊，他怎么上谁陷害他？哎呀，你后来把他爸爸抓起来，弄了几年，还判刑了呢。哎呀，就是人呢，有时候。怎么什么事儿啊？这也怨你爸爸，什么怎么了？沾点小便宜儿。哦，这我知道，啊，那叫厨子不偷，五谷不收，有这老话。咱现在说顺走点东西，那个年头又容易这样。他爸爸，你说就拿了点味精，拿味精判刑？你这颜面儿，这叫什么事儿啊？白糖，就不至于的。胡椒。犯不上嘛，香菜，啊，太抠了，这也。食用油，这纯找茬。米面，嗨，粮食蔬菜啊，肉，笼屉，蒸锅，烤箱，灶，锅炉，哎呦，桌椅板凳啊，电灯电话，呵，电扇，嗯，地砖房顶子，哎呦，墙。
门窗女服务员。好家伙，全要啊，他夷为平地，没码了，给人家单位领导拿着饭盒打饭啊，站在空地上哭了。是啊，我记得咱们单位原来有食堂啊。哎呀，好，全让他改了家去了。被他爸爸判了10年，不多，应该枪毙了。好家伙，应该送到菜市口斩七天。哎呀，嗨，行了，这还传代呢，这啊啊，他爸爸判了10年，行了，放出来，于谦6岁。对呀、啊，我那不对，不对。你那个年头他就是账算错了，那会儿有挂历，不是挂什么历，不是账算错了，怎么6岁、啊、是是，那闹不清楚了啊，那闹就怨着孝子们啊，什么孝子啊，反正到后来老头现在上岁数就他出来了就完了，现在行了，享福了，他爸爸怎么享福了，呵，你想啊，现在70-80岁了，老头晚年很好，而且儿子大孝子啊，给老头雇的厨子、哦、想吃什么做什么，给他做饭、啊、自己再也不用做饭了，是是，一到吃饭的时候厨子一吹那哨、啊、吹哨，哎，老头上岁数耳朵沉呢，哦，听不见，非得、啊、吹哨、啊、打屋里出来了，是我这汤着料呢，这是这怎么还是里边的饭、啊、腿脚不利索，哦，哎，往这一坐，嗯，摆上他那个御用的碗筷，还御用的，监狱里用那份，对，带出来的、嗯、监狱里用的东西，哎啊，拿着俩桶给他送饭，嚯、哦，一桶米饭，一桶菜，好、哦，全是监狱里的设置。他、啊、爸爸客气啊，啊，谢谢政府。哎呀，嗨，还没醒呢，这是。哎呀，很幸福、很可爱的一个老爷子。哎，就糊涂。但是上年纪了，他这个，他跟我也聊天，他说现在胃口不行，啊、那是老病根了。嗯，自打35岁那年之后啊，啊，胃口老觉着有问题。是，打嗝还算味呢、啊。那是啊。嗯，所以说你说正经炒八个菜，嗯，吃不了什么，哦，我说那您怎么办，他说我也不能让自己闲着呀，那怎么办啊，越不吃越坏，那要吃，哦，还是要吃，但吃呢整鱼整肉不行了，哦，小吃我要吃的精致一些，你这还是讲究人，老头讲究啊，小吃吃什么呢，他爱吃，他说我要吃点粗粮，哦，哎，比如说土豆啊，山药，红薯这类的东西，哦，粗粮对身体好，好啊，买那个最好的红薯，哦，红薯、地瓜、白薯、山芋都是一样，名字不一样、嗯、老头爱吃这个，是，但是有要求，什么要求，不能蒸，不能烤，不能炸，哟，那他得熟了啊，在外边找一个爆米花的来啊，摇的那种，特意跑河北省农村找这么一个，哦哦，哎，整块红薯塞在那里边去，嗯，摇啊，摇，拉着风箱咕哒哒咕哒哒咕哒哒，到最后熟了一踩，嗯，爆红薯，啊，红薯稀烂稀烂的，是啊，好的，墙上、地上、脸上都是。这个坐的厕所崩的吗？这是？啊，院子里头。哦，老头指点江山这样啊？这还江山呢？还爱看啊？好，好，这脸上都是。好，嗯。好点，这没脏没净，爱看爱看啊！谦儿给我买榴莲去，干谁什么意思啊？我要吃榴莲，哦，还得吃点水果。谦儿说不用买，咱家冰箱就有。嗯，不行，胃口不行。我当年在狗不理吃蒜吃坏，就别提这个啊。啊，要吃热榴莲，热榴莲怎么吃？拿微波炉给我打一下。啊，微波炉打榴莲呢？他们都说微波炉打完的榴莲是栗子味的。哦。打完一闻呐，栗子味儿的，屎味儿。哎，对，那是闻味儿的。刚才那是看形的。您这是，老头吃着热榴莲啊，看着墙上这些个西红柿，哎呀，高兴啊！你想起什么来了？一会儿我还要吃好吃的，还吃什么？我在网上电视上看浙江东阳人吃那个啊童子尿煮鸡蛋，有吃这个的吗？横店拍戏，横店啊，那个地儿叫东阳。啊，浙江很小众啊，是每年春天童子尿煮鸡蛋，童子尿吃完之后，人家说这一夏天不中暑，那人有讲究，北方没这么吃的。嗯，他父亲说我就要吃童子尿煮鸡蛋，怎么也得尝尝。谦儿说这个怎么弄啊？啊，哪有这么些童子啊？就没小孩啊？老头乐了，嗨，嗯，谁年轻的时候不是童子啊？对，没听说过，年轻的时候像话吗？把我的老哥哥们都请来吧。哎呦。
你想干嘛呀？他爸爸八十了啊，他那老哥哥们是吧？啊，都小九十了。就是啊，好像八十来岁、九十来岁吧。啊，轮椅推着，拿担架，各式各样扔来吧。好，就为这泡尿啊。哎，啊，来一桶。嗯，哥几个尿起来吧。哎，对，就别叫号了。尿了三天才凑了半桶，怎么那么慢呢？个个前列腺有问题。嗨。先治病去，尿了半桶，半桶之后拿屉布先过滤，干嘛呀？都是石头。哎呀，还带着结石来的。哎呀，来一大锅盛着童子尿啊，老童子尿。别提这个了。哎，把那鸡蛋搁在里边煮。哎呀，这玩意儿要一煮开了啊，哎呀，就这个院待不了人了。那是，比榴莲厉害。那是，啊，他爸爸嚼着榴莲，看着墙上的红薯，好家伙，瞪着这锅童子尿煮鸡蛋。哎。这连屎带尿一块儿上，哎呀，太幸福了！就这个呀，幸福一会儿就开了，啊，还开了，好热骚热骚的。哎呀，谦儿是个大孝子啊！啊，我呢，给他爸爸包啊。哦，哎，这好，都呛的哈！不，这一热都呛肺管子。给您吃这，老头开心呢，是吗？这手热榴莲，这手这童子尿，哎呦，高兴，嗯嗯，哎，谦儿，嗯。你来俩吃吧，我谦儿吓坏了，您饶了我吧。对了，鸡蛋呢，我是一个都吃不了。是我喝口汤吧？哎，这。